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lla， 今天来到云嘉南滨海风景区。想到口湖、东石、布袋，是不是想说，都是海鲜，我吃素想要来玩怎么办？是不是又要带泡面或是吃便利商店呢？不用担心，今天 Hella 就是要带大家来一趟素食者也可以开心玩的小旅行。现在我们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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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！响应4月22世界地球日，欢迎大家一起骑单车、吃素食、环保爱地球。这个我超喜欢。小天宫旁边就是铁花窗巷，铁花窗巷总共有14个点，我们现在就在第一个路口干妈店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铁花窗，好好的阅读每一间的故事。陈龙湿地位于云林口湖乡，原本是100多公顷的农地。好，出发了。以吴志宏池位于云林海线的口湖乡，清静优美的湖光景色也被称为小日月潭。完整影片 YouTube 搜寻云嘉南好好玩。